看看新闻网。最认真，郭书瑶为新片造势秀美腿发红包。近日，台湾电影联合造势记者会盛大举行，导演徐有明以及郭书瑶、郭采洁等人悉数出席。演员和导演们为了宣传电影各想妙招，宅男女神瑶瑶露出了美腿发放红包，徐导则是掏出了优惠券，现场卖起票来，而每部影片的片花也都十分精彩。